区社区全民健走暨身心障碍健走活动在市立棒垒球场登场，近3000位民众一起前往新山水库呼吸新鲜空气，同时运动流汗，让身体更健康。今天是我们各区健走安乐区的最场，哇，今天人满满满人在里面外面都有将近3000人，希望我们的市民多运动，身体会健康。尤其今天走的是新山水库，一年只有开放今天健走让大家参观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平常不会开放，透过我们林佩祥立委向新山水库来争取的，希望所有的市民好好的走，欣赏美景，多运动，身体会健康。在这里谢谢我们小二市长大力支持我们的全民运动。体育会非常感谢林佩祥立委的鼎力支持，让这么多民众可以共享健走乐趣，也非常的感恩，也非常的感谢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所有的运动员都能够很顺利圆满。风和日丽下，民众轻松愉快的出发，很开心今天可以参加这个健走活动，健走可以让自己更健康。我们今天能够参加安乐健走呢，非常开心，也看到这么多人来，天气又这么好。我们安乐区一年一度的这个健行，非常高兴。好，今天天气也非常好，参加的好多人啊，希望能够抽到大奖。走完全程还可以参加摸彩活动，体健科长指出会继续办理运动活动，邀请大家一起来运动。今天是我们安乐区健走的活动，在会走新山水库，那也很感谢体育会有办理西区，我们都有规划一个健走的一个路线。那市长小爱爸爸也非常希望可以推动全民运动，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在规划更多的一个运动，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，就是鼓励大家多运动，透过这场健走培养运动的习惯，更能增进民众的情谊，共同体验宝贵的生活时光与享受健康。记者蔡小军，基隆报道。